2018微博大型舞蹈活动景晨民舞蹈季景圆满落幕，活动以受悉星推官易烊千玺领衔，江映蓉、郭顺臣、安若曦、刘维、张航等多位明星纷纷前来助阵，并有杨文浩、韩宇等200余名舞蹈红人倾情参与。全民加权舞种的玩法全面激发了粉丝们舞蹈的热情。活动全程景全民舞蹈季景话题阅读量累计达9.9亿，话题讨论量累计279.1万，相关原创内容超21万，视频播放量1.3亿。易烊千玺在线极高人气90后高学历群体成主力军。易烊千玺作为景全民舞蹈季景的首席星推官，延续了自己的这就是街舞综艺节目中的火热表现，再次向粉丝展示了优秀的舞蹈能力和极高的人气，直击年轻用户和热爱舞蹈用户群体。对于粉丝们来说，景全民舞蹈季景期间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依然装置线下合体。在易烊千玺7月15日发布宣传全民舞蹈季的微博之后，就有眼尖的网友在评论区发现了依然装置对韩宇的留言，跟我们队长一起跳起来，我去跳舞了，一时间引发了粉丝们对于易然装置合体的猜测和期待。8月8日，易然装置合体首秀迅速引发粉丝热情关注，并在微博大量传播。有粉丝表示，看他们享受舞台沉浸舞蹈的样子，我的心里就很幸福。据微博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参与景全民舞蹈季景的用户中女性占比超过60%，高于男性用户。在年龄分布上，19到22岁年轻用户占比近40%，95后用户成为舞蹈内容创作分享的主力军。值得一提的是，超过80%的参与用户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或为在读大学生，展示出微博舞蹈兴趣群体高学历、潮流化的特点，丰富多样的线上玩法。网友踊跃参加，请全民舞蹈季景，给广大舞蹈爱好者准备了井边走边跳井、京网红减肥舞景、舞蹈热力榜等形式多样的线上玩法，让用户可以亲身参与到活动中来。活动专属现金红包、舞者福利大派送等线上福利，也让用户在一睹舞蹈大 V 风采的同时，获得多重惊喜好礼。世界级视听盛宴联动各大舞蹈赛事机构，扩大影响力。除了丰富多样的线上玩法外，景全民舞蹈季景还引入了有着世界第一舞剧之称的爱尔兰国宝级舞剧《大河之舞》、《二舞起狂澜》和世界经典舞剧《西班牙马德里弗拉门戈舞剧卡门》。世界顶级的艺术品质、国际一流的舞美制作以及最富戏剧性的舞蹈编排，给舞蹈爱好者带来无比震撼的视听体验，进而开阔舞蹈视野，加深对舞蹈艺术的创作参与兴趣。景全民舞蹈季景还联动了代表中国最高水平街舞赛事 KOD 街舞世界杯，有街舞奥林匹克之称的 HHI 世界街舞锦标赛，剧情是舞蹈竞技真人秀节目新武林大会等国内外顶级舞蹈赛事节目，更联合单色舞蹈、嘉禾舞社、RMBBANCEBANK 等10余家舞蹈机构，给用户带来亲身体验、更高水平舞蹈魅力的机会。在 KOD 街舞世界杯期间，由 AT 微博舞蹈与 KOD 赛事方共同组织的景孩子王街舞挑战赛景线上评选活动，引入了微博直播来实时分享评审打分现场，获得了用户的广泛关注，成功提升了赛事热度。由 AT 微博舞蹈发起的投票活动中，杨文浩以高票数当选 KOD 世界杯中国队微博人气王。决赛现场由微博高级运营总监张哲先生亲自为其颁奖。8月18日、8月19日国内最大粉丝盛典粉丝嘉年华举办期间 AT 王子奇 Sparky AT 胡浩亮 Spark AT 肖姐 Crazy AT 人间神男 AT 超级霹雳 K AT 田义德 ED AT 草鱼 Boogie Fishcaster Crew AT 林梦 Games AT 刘俊 M 等舞蹈明星受邀亲临现场，并与粉丝互动。AT RMBDANCEBANK AT 北京龙舞天团流行舞总部基地 AT SPY 舞蹈中心 AT Purisu 舞蹈工作室的舞者也到场，为各路粉丝带来劲爆的街舞视觉体验。微博作为国内领先的社交媒体平台，充分发挥其传播及互动优势，